韩国知名女星演员金在伦会重返剧场吗？话剧《东池米》的出演正在进行最后一刻的调整。金在伦17日表示，我收到了《东池米》这部剧的邀请，我确实会出演该剧，宣布中断两年后恢复演艺事业。我们能够看到他回归的意愿，但他很小心。看来金在伦对官方的宣布感到了压力，当被问及出场次数等时，他保持沉默。当然还有很多事情需要考虑，首先这是一个健康问题。金在伦方面表示，金在伦的状况并非100%，所以现在确认还为时过早。此外还有一些部分需要具体协调，还必须讨论担保等问题。金在伦方面表示，正在做最后的调整，很快就会发布消息。话剧《东池米》方面也坚称一切都尚未得到证实。对于在线售票网站上透露的金在伦的演出日程，他表示还没有明确决定，所以我们会更正。金在伦于2022年5月在首尔江南区青潭洞发生醉酒驾驶事故，驾车撞击中了一台变压器，导致附近地区的电力供应中断约3个小时。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第四课李焕基法官对金在伦判处2000万韩元罚款，该裁决得到确认，双方均未提出上诉。一审判决时，金在伦低下头对记者说，酒后驾车的事实本身就是错误的，对此我无话可说。后来他才有时间反思，自我反思期间预拍的作品发布。金在伦出现在迪士尼家的第六感，在 Netflix 韩剧猎犬中被尽可能地进行了剪辑。对于金在伦表示收到话剧的邀请，确实会出演该剧，回应重新开始演艺生涯，主办方也给予回应。